今天我们来展示这个是一个我们目前世界上最快速度最快的一个四乘四 44R 的一个 gaming router。 那我们主要的目的是搭配的8月份的 Windows 10， 然后再搭配一个这样的环境下，以后 Xbox 它可以在整个无线的环境中，透过你的手机或是平板，可以去 share 你的 Xbox 的 gaming。那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的无线就需要非常非常的快速跟稳定。 所以我们目前支援的这样一个世界上最快的 AC2600的4T4R， 那在无线传输这个部分可以稳定快速的让你展现到这样一个 online 的 gaming。除此之外呢，我们这个 router 它还有支援所谓的 IoT 的功能，对，所以我们在前后这边都有支援所谓的 IR 的无线发射跟接收的功能，所以它可以透过我们的手机的 app， 可以从云端，不论你身在何处，哦，它可以去控制你家的家电。 啊，这是我们另外一个特别 IOT 的物联网的一个方群在。那另外呢，我们支援了一个所谓的dongle，这个 dongle 呢，基本上它是一个 HDMI 的功能，跟 Google 的 Chromecast 功能是类似。但是我们呢，除了这个之外，我们增加了我们的无线的增加，从1x1变成2x2，所以它在速度上跟距离上跟范围上都比 Chromecast 来的多一倍。除此之外， 我们这支dongle出外面也可以接上有线的，变成一个无线的 AP access point， 好，让你有两个功能 2-in-1 的一个 dongle。所以这个部分的话，基本上这目前是世界上唯一一支可以支援这二合一的功能。那大概主要的功能是这样子。对，那另外我们的 app 是支援所谓的 M2M， 就是有所谓的 machine to machine 的这样的一个穿墙的功能。所以你可以在不论是在家里或是在户外、在公司，哦，你都可以支援从远端去 access 我们这个 router 的所有的 intranet， 好，那从远端从 app 去控制你所有的设备，包含你的档案、你的照片，甚至你的影片，对，那这个大概是我们目前我们这个 gaming router 主要的一个功能的集中的一个地方，对，大概是这样子。